我也是个大孩子。啊，这个是拽着早上救的，在高车上。他这个，哎呀，他这胳膊，哎呀，孩儿，我看看来，来，我看看来。哎，扒烂了！嗯，咋整啊？臭了！哎呀妈，有味儿了！全你！哎呦，这一边这俩臭的！哎呀妈，孩儿，哎呀妈的！可乖了！哎呀妈，疼不疼啊？能不疼吗？今年呢？慢真坚强！妈，你手术啊？嗯。哎呦，孩儿啊！这需要马上手术是吧？哎呀妈，都臭了呀！这车是咱们那狗车救的。够不上了，没法缝了，只能这么事慢慢打一下。上面缝了两针，你这就上药吧。上上药以后，每天换药，行不行？黑子，黑子，哎呀，哎呀，听话，黑子，哎，这激动啊！看影来看也这么激动，他咋样了，哥？治疗的？烂的挺重的，现在天天打点滴上药，天天换药。哎，看被人类伤害，你现在还这么热情。那缺肉了都。嗯、治疗第几天了？第五天。哎呀，这需要很长时间恢复。每天打针呗。每天点滴。哎呀哎呀哎呀，激动成这样，他能出来溜达一圈吗？不行，他的腿肿的厉害，很少。嗯，哎，看看，好激动啊！他这么亲人呢？这么亲人，不知道咋也很伤。不知道，我看那血管都出来了。对，筋都断了，上面的筋。嗯，大宝。